门缝里瞧人啊，只是门缝里瞧怪物。不好意思，这招要用的时候准度跟反应要很好，哎，要很好啊！今天这一段又是精华了，这一招就是传说中的隔山打老牛啊，老牛推老车，哎，怪怪的。新招，新招，我们来试试看。我被人抓的大好呆，新招。哎呦喂，什么背点？新招就是把胖胖关在里面。哎，奥林老师，我关起来了。新招第三招，跟各位报告，这招叫做拐扁兽，这招叫拐扁兽 ，OK 吧 ？OK 吧？又学到一招了，干！我是对你比较有意见，我对他比较有意见，真的，我对他比较有意见。真的，我对他比较有意见。哎，刚那个胖胖他屁股靠近我，哎，他滑步，哎，他滑步，哎。哎呦喂，我绝对无惊着！哎呦喂，我绝对无惊着！哎呦喂，我绝对无惊着！我早就知道了啦，我做效果而已啦，真的相信我，相信我，真的，我刚刚真的是做效果。哎，我看一下刚刚那一段看起来那个怎么样？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左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按个喜欢，记得分享给你的好朋友，订阅旁边有个铃铛，按下去随时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。我是平民百姓，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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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